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就像麦克风需要电池一样。我们哪怕将自己整理得很好，若没有被你的灵所充满，我们就成了敏德罗想得薄，没有爱，没有热忱，没有生命的动力。主啊，恳求你为你圣名的荣耀，照着你的应许，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污秽和不你所不喜悦的东西，好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能力活过来，就能为你所用。谢谢主，求你也使今天的正道充满你圣灵的能力，使讲的、听的同被一位真理启示的圣灵感动、触摸，好使我们生命有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位圣经人物——西西家。西西家是犹太历史中间八位好王中间最好的四位王之一。西西家的前半生呢，也就是说他的39岁以前的人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的。他是功勋卓著，我们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他的人生。第一个方面，他进行了宗教改革。西西家的祖辈不是很好的，这把整个的以色列国、犹太国弄得乌七八糟。到了西西家的年代，他才25岁，这个年轻人做王了以后，他就拨乱反正，废除了偶像，甚至废除了太后的位，因为那个老太后在背后作妖，把以色列国家搞得乱七八，犹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他重建了犹太人的信仰，可以说，西西家如果没有西西家的话，南国犹大应该是在主前702年就灭亡了。但是因为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和政治的改革，延续了以色列的国运，直到主前的586年。第二个方面哈，西西家新修的水利，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去过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那还有西西家的水道，一直用到今天还在用。西西家修建的水道解决了耶路撒冷用水的问题，直到今天。那个水稻依旧在诉说着当年西西家所做的工作。第三个方面，抵御外敌。到西西家的年代，犹太国家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弱了，但是呢，西西家凭借他对上帝坚定的信心，抵挡了当时的超级大国亚述对犹大的入侵，保住了犹太的国运。那么另外一个呢，在文化方面，他复兴了犹太的国家。他让以色列的国家开始学习以圣经从家里开始教导自己的子女，比如说西西家年代的人就编录了这个所罗门的箴言书。你看箴言注释第25章啊，就讲到这以下的箴言也是所罗门的，是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原来西西家推动了一个文化的复兴，让犹太人可以去加社会学习圣经。另外一个，西西家还做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就神学上的贡献。他重建的神学，联合先知以赛亚，推动了犹太人的信仰的复兴和神学的构建。所以以赛亚写了以赛亚书66章，66章前39章很像旧约，后边的27章很像新约。所以有人称为以赛亚的圣经就像圣经中的圣经一般。那么实际上，以赛亚的侍奉跟西西家有完美的配合，带来了犹太人神学上的这个复兴。可以说啊，西西家的人生的前半叶几乎是毫无瑕疵的，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后的15年，却因为一件不愿意顺服上帝的事情，让他的人生每况愈下。他后来的做完了15年，几乎是毫无建树的。不仅如此，还为以色列国家埋下了国破家亡的祸根。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就是先知对他的警告，然后那个警告就在他的后来的人生中间变成了一个现实。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基督教信仰常常讲的一个主题：顺服就蒙福。那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人不愿意顺服呢？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嘛，为什么有的时候顺服不了呢？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不顺服会有什么好不好的结果吗？不顺服的损失。第三个，我们学习怎么样才能顺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为什么那么伟大的这个西西家却没有顺服呢？我们从列王记下20章第1节看，我们一起来读哈。那时西西家得病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那这个时候的那时呢，是西西家作王第十四年的时候。西西家是25岁开始作王，也就是公元前715年左右作王。作王第十四年，就是他3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主前701、702年这个光景。所以上帝就宣告他说：“你要死了。”为什么特别用了一个那时呢？其实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改变了以色列犹大国家的国运和整中东的社会结构的一件事情。那时也就是西家作王的第十四年，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是亚述帝国，而不是巴比伦帝国。你知道亚述的京都建得像巴比伦一样，非常的辉煌又宏大。现在的历史上就发现，亚述的帝国是古代的帝王中间数一数二的，甚至很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都城。亚述几乎灭掉了中东所有的国家。当时呢，在主前的720年，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他灭了。紧接着，亚述王的希拉基利又围困了耶路撒冷。在围困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把犹太国家的很多的防卫的城市都已经攻下来了，所以可以直接兵临城下围困了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形容啊，耶路撒冷就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一般。去过农村的人大概就知道了，葡萄园的草棚，偌大一片葡萄园，你在那看葡萄园的时候，就打了一个小小的草棚，格外的显眼。偌大的一片的瓜田，搭了一个小小的茅屋，在那个地方去看瓜。那耶路撒冷就像葡萄园的草棚和瓜田的茅屋一般，孤零零的，风雨飘摇，没有人可以去帮助他。但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间，希拿基利带着他手下的18.5万的精兵围困耶路撒冷。他告诉西西家说：“有什么神能够救你呢？你不是把所有的偶像都废掉了吗？你不是说耶和华很厉害吗？你看看是耶和华厉害还是我厉害？有哪一个神能够救他呢？你赶紧投降吧，免得我踏进耶路撒冷，将你灭成一堆焦土。”他在那里不仅仅羞辱西西家，他更羞辱以上帝呀、啊！所以西西家脱去他的王服，披麻蒙灰，找来了以赛亚。他说：“我们一起去祷告吧。”他就到神的面前，把希拿基利羞辱他、羞辱上帝的话淋漓尽致地表现给神看，表达给神听。他说：“上帝啊，这不仅仅是羞辱我呀，这是羞辱你的名啊！确实是这样啊！亚述大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灭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而耶路撒冷也只犹太国家当时的首访。”只剩下两个小城市，再加上耶路撒冷了，真的像风雨飘摇的葡萄瓜田的茅屋一般。经过这一个祷告，非常的恳切，上帝呢就怜悯了西西家，就派了他的天使，一夜之间把这个亚述的18.5万的精兵消灭殆尽。所以第二天早上，大家起来一看，哦，亚述的军营还在，但是他的军队全部都死了。你知道当时的一个国家18.5万的军队精兵突然被消灭了，让亚述帝国的国力大衰，他以后就没有去消灭犹大的能力了。所以当时其实正是以西西家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甚至是壮志未酬。在西家看来，这个时候上帝就告诉他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在他看来实在是不甘，所以就有了下面西家对上帝的祷告，也就是教会常常说的西家对上帝的强求。我们看西家怎么祷告的呢？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总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正的事。”西西家就痛哭了。西西家就痛哭了。这是西西家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当时西西家的宗教的改革是方兴未艾，亚述大军被消灭了，似乎前途无量。他的作王呢，前面十四年，从25岁作王十四年到39年，几乎没有过过一个好这个安稳的日子。每一天起早摸黑去拯救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从人的话角度来看，他都还没有喘一口气。现在亚述的军队终于被灭了，他可以喘一口气了。
刚刚喘一口气，这个是一个好事过去了以后啊，突然之间有生病，你要告诉他说你要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对这个39岁的西西家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39岁突然被上帝宣布要死，要留一命给自己的家。要知道，当时西西家还没有孩子呀，没有儿子可以继承王位，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西西家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命令，希望上帝增加他的寿命，其实也是人之常情。有的时候，上帝让你去顺服，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但是站在人的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好像是难以接受的。但从属灵的角度看，上帝的命令有的时候虽然真的是令人费解，但一定是可以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尽善尽美的。你比如说，上帝很多的旨意，我们在人看来是难以理解。你还记得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做爱的先知，大家知道他是谁吗？那个，当时上帝跟他说：“你去娶一个妓女吧。”先知说：“这是我是先知，我怎么能去娶妓女呢？”上帝说：“你去就行了。”他就去娶一个妓女。然后他说：“你娶了这个妓女以后，这个妓女还会去跟别人去跑，她还去卖淫，她会跟很多男人在一起，这个不守妇道。”这个先知很痛苦，但上帝就把一个真诚的爱放在了何西阿的心中，放在了何西阿的心里面。他就对这个妓女的妻子爱得不得了。然后他的妻子一次又一次背叛他，一次又一次背叛他。何西阿一次又一次把他从妓院里面赎出来。上帝要做这件事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你们对上帝的背叛，就像何西阿的妻子对何西阿的背叛一样。上帝不仅仅叫何西阿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大先知中间的以西结，上帝还告诉他说，你用牛粪做饭吃。哎呀，西家说：“我怎么能够用牛粪做饭吃？从小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弄过这些污秽的东西，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这个以西结。然后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左侧卧多少天，右侧卧多少天？然后你把头发剪下来，拿着刀在后面，风吹他的时候，你拿着刀在后面去追。你可以想象一个蓬头垢首在地上躺了这么多天的一个人，头发长长的，拿着刀在后面去追那些头发去砍。”像不像一个疯子呢？所以先知其实有点不想干，但上帝就叫他这么去做，目的是什么呢？在人看来难以接受，但在神那里一定是尽善尽美的旨意。这其实就是真信心和真顺服的去考验了。真正的信心是不理解也可以相信，然后相信寻求理解。哎，不是理解了，我才愿意去信；不情愿也愿意顺服，顺服了才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西西家这个不愿意接受上帝命令的强求，虽然我们站在人性人的角度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这个不顺服，这个行为的本身并不是信靠顺服的选择。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甚至唱诗说：“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弟兄姐妹，信靠顺服真的这么容易吗？真的是这么容易吗？为什么让西西家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都很难接受呢？我们觉得我们比西西家更加的虔诚吗？从西西家的角度来看，西西家这种不愿意信靠顺服强求的选择，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地方。首先哈，西西家对上帝的命令如此伤感，为什么？是因为他不认为上帝的这个旨意是最好的。但在人的角度来说，确实可以理解呀。你看，39岁没有孩子，就让他留遗命，人生壮志未酬嘛？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先知刚刚颁布完上帝的命令，你当留遗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要死了，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当时呢，西西家甚至不顾亦师亦友，其实以赛亚呢还是他的曾叔父啊，曾叔父了。还在场啊，他就转脸朝墙，说明他就不看西西家了。他实在是悲痛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没办法接受这个噩耗。但他之所以如此的悲痛，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想法的。他认为上帝的这个旨意怎么看起来都不像是最好的一个旨意，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再强调的是，人性人是非常能够理解西西家的这个行为的。我想每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往往都会有这样的表现。从圣经的许多的案例和历史来看，
从宏观的历史看，上帝许多美善的旨意被证明，他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按照人性人的标准来看，似乎是真的难以去接受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案例，大家最熟悉的恐怕是约伯了。您还记得吗？圣经讲啊，约伯是当时最义的一个人，敬畏神，远离恶事。有一天呢，上帝在天国里面开会的时候，撒旦也来了。上帝见到撒旦就问他说："撒旦呢？你有没有从哪里来呀？"撒旦说："我在地上往返而来，走来走去。"上帝说："你有没有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呀？你看世上再没有人像他敬畏神，远离恶事。"魔鬼就跟他说："你以为约伯敬畏你是真的是敬畏你吗？你送给他这么多的财富，送给他这么多的好处，你要把他拿走了他的好处啊，他就当面会弃掉你。"上帝说："你试一试吧。”于是撒旦就让约伯一日之间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以及他7个儿子和3个女儿。弟兄姐妹，记得他失去的还有什么呢？不仅仅是财富，有7个儿子和3个女儿。约伯坐在他的帐篷里面，跟他妻子在那里，接二连三听到一会儿这个财富没有了，一会儿牛没有了，一会儿羊没有了，一会儿驴没有了，一会儿房子被风吹掉了，一会儿就是7个儿子、3个女儿都没有了。你可以说后来上帝给了约伯加倍的祝福，但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下，就为人父母来看，恐怕没有哪一个人愿意为了背后加倍的祝福，愿意失去他所亲爱的子女吧？上帝自己都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人性人的价值观与上帝的美意，有的时候确实让我们感到难以融合。你觉得难以融合？我们的想法有的时候跟上帝的想法好像不能完全合一的。但从属灵的角度看，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善的，是上好的旨意。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什么叫顺服呢？顺服就是哪怕人性人的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旨意到底好在哪里呢？对这个对这个西西家来说，上帝的旨意到底好在哪里呢？但是依旧能够选择相信，从而能够甘心顺服。西西家对上帝旨意的悲痛，从人性人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他却丢掉了上好的，选择了次好的。为什么伟大的属灵的伟人，他在这里却表现得如此的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呢？我想还有第二个原因。圣经接下来就讲哈，西家怎么祷告的呢？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总要从完全的心行事，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哭了。我们注意，西家在这地方用了3个短句表达自己很好，他认为自己很好，应该有好报啊。而为什么现在宣布他必死呢？他认为这个好没有得到好报，就是对他一个不公正的宣判，觉得有点委屈啊。但他误会了，我们所有的义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上帝应该赏赐我们的资本。他也误会了，上帝要39岁的他现在回家，恐怕是上帝真的喜欢他，真的爱他，正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情。西西家为什么这个对上帝的旨意如此的悲痛？你看，祷告完了以后，他就痛哭了。我想，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西西家的壮志未酬啊，39岁，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还有好像好日子、平安的日子一天都没有过完。西西家祷告后就痛哭，可见他认为他现在离开世界，回到上帝那里，真的是悲痛，他无法去接受。西西家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好王，但他为什么如此的悲痛而无法接受？我相信这跟他的认知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当他不认为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个旨意抗拒；当他认为自己很完全，但遭遇的是不公平的时候，他会有委屈，会有眼泪。他认为自己在世壮志未酬，好日子一天都没有过，他有点不舍得。尽管可能相信天国是最好的，但地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呀。本质上，西西家是以人性人的价值观衡量了上帝对他的旨意，所以他就有了对上帝要他现在回到天国的旨意，认为有点不好，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结果。其实，我们人性很多时候不正是这样吗？我们谁不渴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呢？
我们谁不希望我们在世一帆风顺，又进钱，子女前程，老人有老人的样子，孩子有孩子的金钱，让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充满恩典呢？但神的旨意总是上好的。如果我们不能甘心顺服，神有时候也会允许，也会允许人在他面前的哀求，就像西西家在这里的祷告。很多人说西西家对上帝是一个强求，结果上帝就把他许可的旨意换成了次好的旨意。上帝命定的旨意啊，就是上好的旨意，换成了上帝许可的旨意，就是次好的旨意。如果我们为了自己想要的而拒绝上帝命定上好的福分，虽然算不上是犯罪和悖逆，但结果一定是次好的，甚至那个结果可能是有亏损的。西西家不愿意领受上帝命令的结果，也正是如此。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西西家没有接受那个结果，他上帝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是不是真的像西西家所想的一样，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呢？第四节，我们能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西西家出来，我们一起来。西西家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没有感情的神，上帝是有位格的。什么叫做位格呢？位格是意味着上帝有独立思考，位格也意味着上帝真的是有感情的上帝。所以西西家这么悲痛的祷告啊，上帝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应允了他，增加了他15年的寿数，并且你看在这里有几个短句的应许，我要医治你，然后第三天你就好了。第三个必是什么呢？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并且要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手。等等等等的，还说我必要保护这城。这上帝用了几个短句来表达他对以西西家的应许。西西家登基做王的时候25岁，做王14年，就39岁的时候上帝宣告他死。然后他祈求强求上帝，上帝就改变了他命定的旨意，增加了西西家15年的寿数。所以他一共做王29年，活到了54岁，离开这个世界。在人看来，西西家的祷告，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吗？一个感恩的、伟大的、蒙神垂听的见证，一个伟大的神迹。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西西家没有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却选择了次好的福分，却为他的人生埋下了一个败笔。上帝有的时候会任凭人的执念，许可人的恳求，但所有不顺服上帝旨意的选择，都是次好的选择。只有对上帝完全顺服的心意才是上好的选择，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恼，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上帝其实知道啊，什么是最好的，他要把那上好的赐给我们。西西家如果在这个时候去世的话，他一生的记录都是毫无瑕疵的。39岁以前的西西家几乎是完美的。”有一个瑞士经学家讲，他说：“但西西家既然不肯选择上好的，神就立刻换成次好的。以赛亚还没有到中院，神的话就临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可以现在带领西西家回到神那里去，也可以增加他的寿命。上帝许可了西西家的祈祷，给了他祈求次好的结果，但西西家却失去了上好的福分，从而苟且了15年无所事事，留下后患的日子。西西家在这加增的15年里，给以色列和他自己的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祸。我们看了至少有两个方面，这是他15年多活的15年所带来的一个不好的结果。第一个，
他没有尊荣耶和华，引狼入室了。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就讲的，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这一个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巴拉旦，当时呢，他就是在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巴比伦一个小小的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像一个城邦一样，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老大，就叫做亚述。亚述灭掉了古巴比伦，建立了亚述帝国。后来新巴比伦兴起，就是我们讲尼布甲尼撒兴起灭了犹大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叫新巴比伦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又灭掉了亚述，后来又灭掉了这个以色列，犹大。其实这个巴比伦的人，更是狼子野心。如果说亚述是狼的话，巴比伦就是虎了。这个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巴拉旦呢，听见西家病好了，就差遣使者来到了西家那里。你看，使者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被忽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一切的军械，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其实这些人是探子了，这些人真的是来敬重西西家吗？他们其实是 spy，这些使者带着一个使命。哦，他去各个地方都表达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尊重啊，表达对国家的一些慰问。其实你看，西家在这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他在巴比伦王的面前本来病好了，应该是介绍上帝的伟大、神的医治，但他没有荣耀上帝的名，却听从了，你看，却听从了使者的话。野心听从了这些野心勃勃的巴比伦的使者，虚伪地展示了犹太的祖宗遗留，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财富和军械。也就是说，这群使者过来呀，一览无余。西家亲自带领他，把以色列的国防啊、财富啊，一览无余的犹大的国防和财富展示给了这些巴比伦看，就为了成为了后来新巴比伦灭亡犹大，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也就是接下来先知对，西西家的警告。他说，他所看到的这一切，将来都会被他们掳掠带到巴比伦去。这其实是西西家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你可以试想一下哈，如果今天某一个国家的总统、国王或者领导人，他把其他国家的使者带去，把他整个的国防和他的财富都展示给他的敌人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密的泄露？但是西西家病好了以后，做了这一件可怕的糊涂的事情。如果说这一件糊涂的事情，没有尊重上帝，却出卖了他国家的机密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却是以色列人这个，却是给犹大的灭国留下了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生下了孽子马拿西，直接导致犹大亡国，犹大的国家。做王最长的是谁呢？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做王55年的时间。最坏的是谁呢？也是这个马拉西，坏到一个程度。你看圣经怎么说？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也就是说，西西家死的时候，马拉西12岁。马拉西呢，就是在西西家病好了以后，又活了2年的时候生的这个孩子。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歇西巴。然而，到了第列王记下23章26节讲到，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为什么上帝恨他的孩子恨到那么的一个程度都没办法解气呢？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以色列是什么人？犹大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生气。但你不会对孩子生气到一个程度，我绝不原谅我的儿子，不会吧？这脑子有毛病才会这样吗？你会饶恕你的孩子吗？但上帝为什么对犹大恨到一个程度，这个发了烈怒，消不停啊？上帝都没法 control 他的情绪，
为什么呢？我们用这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因为马拉西诸事惹动他，马拉西坏到一个程度，甚至把自己的孩子活活的献祭，他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改装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你知道，拜偶像一定是带着这个妓女、妙计和童这个男童啊，在圣殿里面行污秽的事情，上帝多么的生气。到了列王记下24章。第三到第四节圣经怎么说呢？说这祸临到犹大，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什么祸呢？耶路撒冷被灭了，犹太人被杀了，他们的妇女在街道上被敌人奸污了，没有杀的被掳到巴比伦去，把王室的男人阉割了去做太监的。为什么上帝做那么大的事情，对他的孩子管得这么重呢？是因马拉西所犯的一切罪。又提到马拉西啊，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赦免。到了一个程度，连上帝都绝不赦免，你就知道这个马拉西坏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甚至发明了一种坏，就把他爸爸的曾叔父、最大的大先知西西家，大先知以赛亚钉在两块木头中间。然后用锯子把它慢慢的锯死，你可以想象它能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哎，这个马拉西什么时候出生的呢？就是西西家祷告祈求增加寿命第二年生的。你可以说这没有绝对的逻辑的关系，生那个孩子一定是劣质。但是我们可以承认一件事情，没有这增加的寿命的话呢，其实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有人说，如果西西家在39岁的那一年呢，接受上帝的命定，潇洒的回家的话，他就不会埋下这两个直接导致犹大国破家亡的劣根了。有的时候，上帝的心意跟我们的想法真的是有点不一样。上帝认为好的，我们却认为不好。因此，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恳求上帝，祈求上帝改变他的心意。诚然，如果是上帝宣告的惩罚呀，我们理当破釜沉舟地恳求上帝的恩典和赦免。但如果是上帝颁布了一般性的旨意，其实我们是应该顺服的。否则，所有强求上帝改变心意的祷告，莫不是丢弃上好的福分，选择次好的福分，甚至根本是不好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西西家能够坦然接受上帝的命定，他留给人别人去纪念、思考和留下的榜样是多么的美好呢？我们有一首诗歌非常的优美，我们都很喜欢，叫做《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很喜欢这首歌，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这首诗歌不能成为鼓励我们摇动上帝的手就一定改变上帝主意的事情。真正的信靠和顺服，就是明白主意是什么，然后去顺服主的意思，而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意思。除非上帝要施行惩罚，我们求主，你管教轻一点吧。主啊，我这个屁股还痛啊，我这腰还痛啊，你怜悯怜悯我吧，我悔改呀。你想哈，如果你拿起鞭子来打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马上就跟你说：“妈妈、爸爸，我已经悔改了，你打轻一点吧。”你可能就不打了。但如果不悔改，可能就要管教他。我们要祈求上帝的宽恕，但不能去祈求改变上帝命定的旨意。我们知道顺服上帝是最好的。汉语的语境中间，汉语神学的语境中，常常有一句话叫“顺服就蒙福”，好不好？我们一起说一遍：“顺服就蒙福。”那我们看到，我们知道顺服就蒙福，为什么有的时候很难顺服呢？我们怎么样才能顺服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以顺服保持恩典。怎么去顺服？第一个，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在以赛亚书55章第9节，上帝就说：“天总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要相信呢，上帝看得比我们更高，上帝看得比我们更远，上帝想的一定是没错的，所以神的想法比我的想法更好。所以当我的想法跟上帝的想法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想法。我们常常会我想，我想这样，我想那样，但是我们想神的旨意会如何呢？你们也知道，最近我妈妈生病了。感谢主的恩典，是从去年12月6号开始，直到今天没有打止疼药。但
还是有难过的事情是，他的身体还在虚弱着，癌细胞依旧在那个地方。我多么盼望哈、啊！祷告，上帝，你拿走他所有的癌细胞。其实我跟别人一起祷告，上帝祷，有人祷告说啊，主啊，你减少他的痛苦，没有求主拿走他的癌细胞，我都不知道我该打阿门还是不打阿门，因为我的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执念，我希望他好，他才能够活很多年才好，这不是我的想法吗？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就想有几个结果：第一个，他完全好了，显得一个伟大的神迹，啊，甚至能够为主做见证。第二个结果，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甚至我没有见到他。第三个结果，他活着，我回去见到他了。我可以想到很多结果，我可以去想想很多。但是当我在预备西西家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如此的强求上帝，祈求上帝这么做那么做，有没有去想一个问题？主啊，你的旨意如何呢？我们好不好一起说一遍？主啊，你的旨意如何？真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这样，希望上帝那样，我们好不好停下来问问上帝，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我就盼望，什么叫灵性成熟呢？如果我的牧养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思维的方式改变成我认为怎么样，变成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如果把变成从我想你要这样变成主啊，你的旨意如何？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也许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也才是我们牧养需要达到的一种的思维的方式和境界。弟兄姐妹，让我们怎么去顺服上帝？首先，让我们相信第一个，神的意念高过的意念。简单的说，神的想法比我的想法更好，神的旨意比我的旨意更好。这第一个确信。第二个，相信上帝的计划是对我最好的，相信上帝的计划对我是最好的。我们一起说一遍，神的计划最好。我们来读一处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我盼望弟兄姐妹能把它背下来，成为我们生命的鼓励。在耶利米书29章第十一节，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有一个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说：“I know I have the plans for you, the plans to make you prosper, not to harm you, to give you good future and hope。”好几个中文版本把它这么翻译。他说：“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什么意思呢？要给你们有光、美好和光明的前程，充满未来，充满希望，有前途，有好的晚景，给你繁荣。”几个英文、中文的版本呢，用这几个词去表达。所以，我们大可以相信，大可以相信，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我们希望上帝改变他的想法，不是我们认为。上帝想不到，不是我们认为上帝的主意不够好，而是我们担心上帝的那个旨意对我不够好。也就是说，对我不是一个最好的，给我带来一个祝福的状态。所以，很希望上帝能够改变，改变。但圣经在这讲得很清楚，神赐给我们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不能顺服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上帝。固然是全能全知的，但他对我的计划和旨意不一定对我是最有益的。因此，我们希望改变上帝的旨意，符合我的旨意。但上帝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对我们有计划，而且那个计划一定是最好的计划，没有最爱的，没有第二一个 B 计划比上帝原本的计划更好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试想，有谁爱我们像上帝爱我们？有谁爱我们像上帝爱我们？不久前，有一个母亲为了她的女儿，把她的肝割了一块，换给她的女儿。
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母爱很伟大，你知道吗？上帝爱我们，爱的比这个妈妈割了他的一部分的肝脏移植给他的女儿的爱更伟大，爱到一个程度，把他的儿子都到这个世界上来，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去接受这个世界所有的痛苦。我们今天所有的痛苦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耶稣基督当年所承受的痛苦、屈辱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上帝明明的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不是享福的，就是来受罪的。耶稣基督降生就是来受罪的。他为什么要来呢？就是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要将我们从罪和死亡中间拯救出来吗？上帝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为了拯救我们，让他的儿子受咒诅、被死亡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一定要在整个死亡的过程中间保持清醒，是因为保持他是绝对的、自愿的来救赎我们。那样的一份痛苦，那样的一份咒诅，那样的一份屈辱，你知道钉十字架是不穿衣服的，他的妈妈就在下面去哭啊。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他来是做什么呢？他来成全那个律法，因为按照律法的要求，我们做不到。我上帝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表整个的人类来完成律法的义的要求，才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义，能披戴耶稣的义，被神称为义，也显出上帝的仁义。这就是因信称义。”一样，上帝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只要接受他，就能做神的儿女，就能得救。神难道不会将最好的给我们吗？圣经上形容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顺服呢？第一个可能是我们怀疑这个上帝的旨意呀，可能不一定最好。也有可能会认为，有人认为上帝的旨意可能对我不是最好的。但弟兄姐妹，请让我们相信，上帝的思想和意念都在我们的身上，他一定想让我们得到最好的，而且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的路就是最好走的路，顺服的路也是蒙福的路。我们顺服的路，也就是信靠上帝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西西家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尽管有的时候要去顺服上帝那个旨意真的很难，跟我们的想法差别的很大很大很大，但是请让我们相信，第一个那是上帝的计划，第二个上帝的那个计划是好的计划，对我最好的计划，不是次好的计划。那就让我们去选择，在不理解的状况下，我们都能一同的信靠和顺服吧。最后，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信靠顺服》。好，请新南帮我们播放一下，在 PPT 上。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西西家很难接受那个上帝命定的旨意，但依旧可以确信，信靠顺服是最好的事情。让我与众同行，在他话语光中，和在荣耀中要过路程。让我更清楚你，他就盛满我心。信靠顺服这主同行，信靠顺服，就在主里不能得耶稣信赖，唯有信靠顺服。没有一片无云，没有一片无云，但愿信号征途，信号征途，
你我就是你爱，无人的耶稣喜爱，愿有情好生活。爱叫全世界，我就把爱全心全意。爱要救我救星，他才救我救星。真要心好顺服。心好顺服，因为主是平安，无论的耶稣喜爱，我用心好顺服，心好顺服，因为主是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爸爸，信靠圣父讲起来多么容易，我们宣告说，顺服就蒙福，感恩就有更多的恩典。说起来都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太难了。我们与你的关系越疏远，我们的想法与你的想法差异就越大。所以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中并不是不晓得你的旨意，有的时候是觉得你的旨意很难顺服。我们渴望改变你的旨意，就像西西家一样。许多年过去以后，2700多年过去以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很难理解，在39岁的那一年，西西家39岁那一年，你对他的命定，你对他那个计划，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如果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觉得很难接受。但是主啊，巴不得你借着西家生命的经历和你话语的鼓励，提醒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计划，你的计划是好的计划，不是坏的计划，是要赐福我们的计划，不是伤害我们的计划，是要叫我们得着祝福、有希望、有前途、有你所赐的各样恩典的计划，不是要让我们受损失的计划。所以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给我们一颗信靠和顺服你的心。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向你认罪悔改。在过去我们生命中，我们有太多强求你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认为你的旨意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再多的时候去祈求、去追求、去渴望我们想要的。而不是去渴望你的旨意如何，巴不得你使用西西家生命的经历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会对你真的信靠顺服。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愿神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的教会。最后，再让我们一起说：信靠顺服，阿门。